能够把品西王的女儿抢到手，哪怕是要10万两黄金，他们也会来赎。救出王爷的女儿，牺牲了也是值得的。侠骨丹心，豪气溢满。 水深火热，滴泪救人。王小姐，赶快回府。磊落光明，王府的官兵要杀你，快意恩仇。你为什么杀死李小姐？拿下。 天下有杀不尽的忠臣义士，《豪侠传》。